辅固色用盐还是醋？因为盐有固色的作用，所以用盐水浸泡以后，可以防止衣服发生褪色。对于黑色或者红色，固色效果会更明显。洗衣不当或者是不注意保养衣服，会导致衣服的材质松软变形，引起褪色。我们常用的衣服褪色的方法是用盐水泡一下，当然可以用醋。不过，食用醋主要是针对红色或者紫色，颜色比较鲜艳的衣服，用量不能太多，否则容易给浅衣服染色。其次就是醋有很强的酸性，对衣服的材质伤害比较大，这样有点得不偿失。